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今天姐姐在家里做那个烧烤啊，给小孩吃，非常的上火啊，所以我们就到山上来拔一点那个鱼腥草，磨一点那个新鲜的鱼腥草的汁给小孩吃，给他们去去火。看这个鱼腥草都藏在这个草堆里面，这个杂草太高了。现在这个季节呀，不要拔它的根了，就直接摘它的嫩叶子了，因为现在的鱼腥草呢都比较老了。这个鱼腥草的叶子是可以直接分吃的。因为家里没有研磨的工具，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个这个黄金树，这个也是可以用来做那个黄缘米果的这个树吧。一两个一个，看宝贝们。再见，好不好喝？一个人。我死了。那不好喝。可以的呀。宝贝们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你们刚刚喝的凉茶好不好喝？不好喝。不好喝也要喝。哎，再给我尝一口呀。不，我不是爷爷，他是。